欢迎大家来到康熙来玩啊、基本上这是一个收视率颇高的节目，而且在这个节目上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大明星讲述自己的故事啊。那所以我们这个英文呢就可以啊，我要突如其来的讲一句英文哦，不要太惊讶啊。You can hear a lot of superstars talk about themselves。哎，那这个英文，这句英文我将用的是一个什么动词呢？用的是一个叫做感官动词的东西。这个感官动词呢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它就是它的感官动词后面接受词之后呢，然后后面呢，它是可以加原形动词的。什么时候要加原形动词呢？就是要讲述一个事实的时候，像康熙来玩里面有很多大明星讲述自己的故事，这是再事实不过的东西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用一个原形动词来使用在句子里面啊。那么这个感官动词后面加上受词之后呢，在后面不一定要加原形动词的哈，你也可以加上一个就是 VING， 也就是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啊。那什么时候什么时机要加现在分词呢？主要就是要你在陈述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像我们昨天不晓得录了一个什么鬼单元叫做实力派唱将，结果呢西弟也加入他们了，我整集就在那边听他在那边就是那边唱个不停，你知道吗？ Yesterday I heard her singing throughout the show。 你真的是烦都烦死了啊。其实呢，我真的打心里面觉得西弟还是不要唱歌好了，是什么实力派唱将嘛，他最厉害的应该还是他的就是他犀利的言谈吧，因为我想观众还是喜欢看到他就是问我们来宾问题啊，问到就是他们支支吾吾的，或是问到他们觉得很尴尬，对不对？所以 The audience likes to see the guests embarrassed by her， 对不对啊？你们是不是也喜欢看他问一些犀利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可是这边呢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说感官动词加受词后面呢，它可以放原形，那也可以放现在分词，那可不可以放过去分词呢？啊，其实也是可以的啊。我刚刚那个句子里面不就是放过去分词的吗？你还问？OK， 那这个过去分词是在什么时机的时候使用呢？就是在陈述一个过去一个东西的被动的状态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来宾们呢，被西弟问到了这个五体投地或者是支支吾吾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，我们这时候呢就用感官动词加受词后面加上一个被动的过去分词啊。当然除了西弟之外呢，我们康熙还有另外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。 You will usually see him imitating other stars on our show， 就是他常常模仿其他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汉典，我们欢迎他。哎，而且我也会背捷运站的站名哦，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复兴岗北投新北投，哎，这也是一条线哦。